前段时间我们包了鸵鸟蛋，很多小伙伴留言我们鸵鸟蛋可不可以吃了。好，今天他来了，我准备用这两个鸵鸟蛋煮个黄瓜皮蛋汤和凉拌皮蛋。我们先把高粱夹夹给它刮一半手。一般我吃包蛋直接就是连壳壳张开的时候，这个蛋太大了，不好弄的，还是刮一半手。刚才那个臭的真的臭的磨掉掉的，真的洗了洗了这些地板还有这个桌面这个都是它臭。看这个，这个感觉是干的，靠干去。这个比上个好多，上个完全是水水，这个感觉至少看点干的嘛。味道像反胃，我吃那个蛋清，蛋清感觉成型，蛋黄就算了。吃不下去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完全没法吃，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，就是不要尝试，根本没法吃。